今天是2022年10月28号星期五，大盘下跌了137点，请你注意看我旁边的侧标。不管涨跌，王彤照样发红包，而且这红包还很大啊，而且是短线攻击成功的红包啊。所以今天在这里我来告诉各位，这个行情你们不要看坏，这是第一个重点。第二个重点，不管行情好坏，只要会操作一样可以赚钱。所以今天王彤再度推出银弹上堂标股齐发 double 赚赚 double 的优惠案。这个优惠案呢是基本会费加上8888加倍服务加倍获利超值优惠企划案。那么电话号码在这里，你自己看办啊，赶快拨个电话进来跟我们服务人员联络一下。好，在这边我还必须要重新再讲一遍事情。我最近呢有整理一下我的 LINE， 我的 LINE 的粉丝相当多， LINE 不是 LINE 啊，是 LINE 相当多。而且呢有些粉丝好像长期没有跟我联络，什么今年二月的也有，三月的也有，四月的也有，近期通通慢慢慢慢的浮现了。那么当然呢，这个是一个互相互动的工具了，有好有坏了。那有些呢根本是一些捣蛋者，有些啊不是我们喜欢的，所以呢我也要慢慢慢慢整理出来。现在我们已经想到一个方法了，这个方法也就是告诉各位，王彤即将会有一个新的 LINE 的方式给你，哎，号码也会改变哦。然后呢你以后有了这个王彤正式的 LINE 以后，王彤都会给你一些紧急讯息。紧急讯息就包括说盘前叮咛啊，礼拜六礼拜天盘前叮咛啊，放假日结束以后第二天开盘前各位要注意到什么事情。我不是跟各位报什么融资融券啊，三大法人买卖超了，那个没有用的啦。然后你们所需要的重点，王彤都会写一篇短文给你看，这才是你要的，这才是你要的。而且呢，有关于到市场上一些国际讯息、国际消息的解读，要如何的研判，要如何的看。像是近期你看到王彤会帮你解读国际上的消息，我很多粉丝都会回答我一句话：王老师，只有你一个人解读跟人家不一样啊。啊，对呀，我如果跟他解读都一样的话，我还叫王彤啊，跟着你叫我王八彤比较快一点，对不对？当然就是要有自己的风格嘛，而且这个风格讲出来要对的，而不是风格讲出来是错的，这才是重点嘛。所以近期我把 LINE 要整理一下，那你如果是我 LINE 的粉丝，我也希望你能够注意一下如何整理，你要如何跟在王彤的旁边。哎，我们都有一个更贴切的方法会跟你讲，所以在这个地方我顺便告诉各位这个很重要的讯息。好了，今天我们可以看啊，你说盘不好，王彤照发红包，我给你看证据，来，你看看，恭贺各位，3017旗红市价出在今天的高点，我们前天低点买进，两天获利高达12%，短线攻击强短成功。这是今年第64个红包，看到没有？看到了。也许有些奇怪说，为什么我没有写买点卖点？这是关系到另外一个问题，就是啊，我们今天就出一半，那我另外一半要如何的出？那我有一个停利点给我的会员，那停利点不是大家可以知道的，停利点到的时候呢，会员可以自动出掉了，还是赚钱。也许你们今天全输了也没关系，都一样，只是我告诉你这个停利点会随着盘势而异动，盘好我们就会调高，慢慢调高，慢慢调高，大家是不是都在轿上坐得很高兴，不会让你翻轿的。所以今天呢，我也顺便告诉你，我们发红包证据给你看了啊。好了，开始看啊，旗红，可以看旗红啊，其中10月26号跟你讲外资大户连进两天啊，看清楚，10月27号的昨天涨6.3块，买的漂亮赚的开心。
十月二十八号今天涨了一块一，我们随时调高停利点，看到了啊，都看到了啊。好，再开始看今天盘，今天盘呢，十月二十八号礼拜五，礼拜五这个盘很多人看不懂，我先稍微讲一下这个盘呢、啊。今天这个盘有好有坏，好的部分是正规军的走势都很稳，但是不好的部分是哪里呢？你有没有注意到光学镜头股都在破底？你看看，来3406，哎，玉金光给你看啊、哦，破底啊、哦，3504，来阳明光破底啊、哦，看到没有？好，都看到了。你会觉得很奇怪，其实跟你讲一点都不奇怪，这已经到年底了，到年底了，你再继续碰轰嘛，你不行，获利跟不上，你获利跟不上，你怎么支撑你的股价？不要再吹牛了，是不是？好股票照常上去，那不好的股票会如何？慢慢慢慢一档档下去。那今天十月二十八号礼拜五，看清楚啊，今天的盘是短线客下车，短线客下车。那么短线客下车要如何呢？哎呦，等一下，我后面会在飙马影音里面解今天的盘，这里我就不解了。但是我今天解另外一档个股给你看，这档个股我想我已经也公开了，我写在侧标已经写了好几天了，就是谁？3661的世新 KY， 看到没有啊？它就是2330台积电的姐妹股，台积电今天跌6块，3661世新 KY 今天涨了7块，哎，很给面子。我给你看资料了啊。其实讲真的，王彤是很不愿意去数过去的绩效，但是我发现到大家很喜欢听这些故事，我就干脆把绩效调出来给你看。来，十月二十六号礼拜三，礼拜三了，今天三度介入，第三度介入560到566信，给你看得清清楚楚、明明白白，对不对？好，再看下去，十月二十七号礼拜四，我还跟你讲会涨。那么今天你看看世新 KY， 来看清楚，来来这里这里看清楚，来，今天哇涨了七块，最高来到多少？653，看到没有？好，看到了。所以十月二十八号礼拜五涨了七块，我只告诉你强棒。强棒，再来你要注意看一个事情了，什么事呢？你看看啊，世新 KY 这是月线，月线，月线啊！我还跟你讲过了，我们在这时候，两年前的190块就介入，我们跑到这里就跑掉了，这里就跑掉了，赚了一个大波段。这是月线给你看的啊。好了，我们再看近期的日线，日线就是我们近期的操作，看清楚啊！我这十月七号印的图，在这里。7月14号548到552介入，然后呢7月29号715出了，看到没有？这个波段完整吃下。好了，打下来打到这里，我们8月5号640介入，然后再来呢8月29号这一天哦850出，看到没有？后面我们就不用玩了，后面就没去玩它了，没去玩它了，以后它后来又打下来，打下来怎么办呢？哎呦，太棒了嘛！当然是我们要买的地方嘛。所以你今天看到没有？王彤告诉你，世新 KY 是我们的老朋友哎，不是新朋友哎，不是看它涨我再拿出来给你看的。所以王彤一而再，再而三告诉各位，我们的股票没有一天到晚给你换来换去，换来换去，原因就在这里。好了，紧接着。就要进入到我们的飙马影音的时间了，飙马影音里面呢会跟各位解盘，会讲下礼拜一的盘，同时也会告诉你黑手的动向，也会跟你讲我们手上的一些黑马股。华冠投顾首推荐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，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。本节目资料仅提供参考，投资人应独立判断、审慎评估，并自负投资风险。华冠投顾一一一金管投顾新字第015号。